都给我准备吃饭，馍要煎，汤要下，配菜还要丰富呢。这是五月烧的馍，想走了，把菜一会就对了。这味道还好喝。看咱蒜面够咋香？莲花就蒜面，没有蒜面的还加两根蒜头，知道吗？也行。这可以好吃。馍伢都能吃。这谁在上吃酒席，吃大鱼大肉，吃完这最美了。咱给大家做个手指馍。切西红柿，把豆腐切成块块，尝香气也行。切一根火腿肠，切成这厚点的片片，再切俩红萝卜片。咱手指馍这用蒜面是最好吃的，切刀把它切一切，好味儿。咱这把馍这一切，这个馍稍微硬点的馍好。咱这把馍拿面一拌，切点半截面就行了。拌好的馍，汤汤上粉，咱开始这做，把葱花呢放进去，葱花爆香，油不能太热，把拉面倒进去，这把西红柿倒进去，把西红柿的汁子煸出来，豆腐跟馍放进去，这都耐煮，来个红萝卜、蘑菇，来个香肠，就来个肺。黄花放进去，就这汤多煮一下，把这菜都煮熟了。咱这开始把调料一放，来一勺盐，来一勺五香粉，来一勺鸡精，来一点味精，倒点生抽，把粉丝来放进去，煮上个一分钟。再这其他泡好的粉丝，咱这把馍汁倒到里边，煮上个两分钟，把青菜也倒到里边。咱这个手指馍一凉黄就是这蒜苗子。煮上两分钟，咱这开始出锅就该挂了。最后来点香油，准备吃饭。来个手指，菜还要丰富，再不丰富的话，你光搁煮馍也不行。菜多好吃。那你这有时间你可落个四面馍，落七八瓣烧，切成条形。光搁下去以后，把菜一烩就对了。